今天我们走上街头，让外地朋友们挑战一下他们的上海话。你准备一下，怎么准备啊？裤子，裤子拉上什么？你是哪里人？我江苏的，江苏泰州。我是福建的朋友，我是你以前的老乡常熟人。这个香蕉是你自己吃的还是？你一个我一个采访完。是来投喂我的对吧？这双手。您是哪里人？我是北京人。北京人。您女朋友是上海人？她是上海人。哇，京沪之间的感情啊，这也挺好。山东的当然了。山东的朋友。你是来玩的吗？对。刚来几天啊？三天。有学过一些上海话吗？好话啦是吗？瓦特勒知道。瓦特勒知道啊，都不是什么好话。你在上海生活了几年啊？半年。我元旦来的。元旦来的。要不玩一把？我们有几个上海话，我们想让外地朋友猜一下，它上海话是什么意思？尽管来。尽管来啊，好，第一个肚肚皮。肚皮，大肚皮。大肚皮什么意思呢？是肚量比较大还是胖子？我差点以为你要对了，有那么一点，结果你有那么一点相似了。字面意思对了，但是它的实际意思不对。孕妇，大肚皮。大肚皮，那大肚皮什么意思呢？吃太多了，肚子很大。肚皮，肚皮，你刚教就忘了。肚皮，大肚皮。那大肚皮是什么意思呢？大肚皮就是肚子吧，肚子呀，肚子。那你有大肚皮吗？我没有大肚皮，我挺帅，我挺瘦的，对不起。那如果你再过10年，会不会中年发福就有大肚皮了呢？你得看他了。什么叫看他？看他喂的好不好了呀。他如果喂你喂的多，你就大肚皮了。对，大肚皮了，没办法。你有一天大肚皮的时候，一定要告诉我，没问题，我会艾着你的，我会艾着你。我希望你早日大肚肚皮，好吧？好的。希望你早日肚肚皮。肚肚皮，肚肚皮啊！肚肚皮，肚肚皮，肚肚皮，肚肚皮。逗逼，就逗逼的意思吗？就逗逼的意思啊！来，我们给他看一下怎么写。大肚皮，大肚皮是啥意思？对，马甲线。接下去下一个，眼乌子，眼乌珠，眼珠子，眼珠子，眼珠子，眼睛，眼乌子，跟我们讲，眼乌子，眼是眼嘛，乌子。我汗都流下来，眼窝子吧。眼窝子，那眼窝子是什么东西啊？眼窝子就是这里啊，就是眼角是吧？眼角就是开眼角，就是贴着眼窝子。你这有点吓人，但好像是这个意思。是这个意思啊。好，拉叉的。拉叉头。我们刚干的事儿。你们干了什么事儿？拉勾勾啊。拉叉的不是，拉叉头就是。拉叉的。就是滴滴。拉叉的。哦。我个人理解啊，你拉一个什么东西，拉插头，差一个什么东西，差一头，拉差了一个头，那我就是去出去玩了，差一个人，我说拉插头，拉插头，哦，这缺一个人叫过来，打麻将三缺一，对对对，拉插头，这个拉插的，这个开出租，这个简单，我以为你说简单要对了啊，也错了，我感觉我都猜不出来，拉伸，拉伸啊，就健身以后要肌肉拉伸一下，对，打出租车，打车，养说你。把小孩养大，或者是把小孩生出来。这个养小孩应该是养小坏蛋。你好，啊，你好，养小人，养小三吧？养小三啊？不是养小人。你在说什么？不，我不懂啊。那你现在养小宁了吗？我没有啊。小宁是什么？我不会说话的，你慢点。哪能养小宁了吗？养小宁，小人不就是君子小人？对啊，对啊。小三都是小人，这没的。膝盖、脚踝、脚背、外脚背应该是。所以我们如果是解说足球，就是范志毅一脚脚馒头把球踢进去了，是吧？总觉得有点差点意思。脚跟，因为馒头不是圆的吗？那脚上面圆的话，我觉得是脚跟，好像有道理的样子。脚跟原来是圆的，太难了。身上的一个部位，胸吗？胸吗？不是。胸为什么跟脚有关系啊？对，他刚说馒头，不是馒头，在我们那儿是别的。馒头在山东是什么？你再弹我一下，能播吗？姐妹的，脚馒头，脚馒头，
哦，就是那种韩国的那种用脚踩出来那种面，脚打面、猪打面。韩国有这个菜吗？有啊，韩国有个菜是用脚踩出来的面、啊。不是面，是脚踩出来，猪打面嘛。这个谁要吃啊？很香的，很好吃的。为有手为什么不用手揉？为什么要用脚踩啊？肯定就是脚打出来香啊。我没吃过。我吃的时候艾特你，就是你一边吃一边嘟嘟逼的我，对对对，弄嘟嘟逼的我就吃节目的，对对，然后艾特我，艾特你艾特你 ，OK 没问题啊，把香玩耍，这个应该我觉得你两年了应该知道了，玩嘛，这个我可以提示一下你哦，你从山东来到上海把香，来上海白香，我知道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一个动词，不是啊，那个叫水土不服。哎，你来到上海很水土不服吗？挺不服的，一直在找洗手间。那祝你不要再不想了，这是玩的意思啊，玩玩不想。脸很白，好像有点道理啊。这字面意思好像确实啊，脸很白。那如果脸很黑呢？哈香，哈香不想。如果脸很黄呢？网香。如果是关公红脸香，有道理有道理，给我们创造了很多新的词。你要不要再猜一下？再猜。给点提示，给点 hint。 它是一个动词，有没有 context？ 我今早吃黄浦江白相。哦，吃黄浦江。我吃外滩白相。去玩。对，哎，好。聪明。聪明，或者吃香蕉，来个嘿嘿嘿。我吃香蕉，我聪明。嘿嘿嘿呢？嘿嘿嘿。不是嘿嘿嘿。嗯。呵呵呵。聪明。来一遍。白相这个我觉得应该很简单了，你女朋友肯定教过你。不。素颜吧，白相，素颜。我听不懂呀。我们现在在干嘛？我们在采访。我们这两天在采访。我们这两天在外边干嘛？玩啊。白相是什么？玩啊。哦，白相是玩啊。这样。这一期采访真的是太好笑了，如果你也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请点赞、关注、收藏、转发。那我们也非常希望可以在线下的街头跟大家偶遇到，那我们也会每次采访之前会在 B 站和微博发动态来通知大家的，欢迎关注我们，加油，这位。